们今天的一碗，可是我也在洗，只是我跟你洗，弟弟洗的不一样，我是洗奶瓶。那姐姐你洗的是什么？碗。碗在哪里？在。好，那要洗干净点哦。哇，你洗了这么多奶瓶啊，弟弟，好抱歉，姐姐，你好厉害啊，姐姐，是你洗的碗吗？是。超厉害的。那姐姐的，姐姐那个要洗。姐姐的那个。我的。在这里。我都没有洗贴纸了。啊？你没贴纸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是没贴纸哈。汤匙洗干净就放在这里哦。放在这个杯子上面。宝琴，你现在洗的是什么？你现在洗吸管了？对啊，我在洗吸管。好厉害，好认真哦！哇，你洗的每个……好。干净没？好干净哦，透明的。你洗的这些都好干净啊！怎么了？洗完了，好，洗完了，我们冲水。妈妈，那你先给我洗，我姐洗太慢了。好，弟弟姐姐要帮你洗。拿给我。好。全部拿给我。嗯。妈妈，我要洗奶瓶。来，这个奶瓶给你洗。我都没有倒奶瓶。来，这个奶瓶，拿着。哎呀，已经洗过了。好，你先拿着了。好，那你去坐好，看姐姐洗杯洗碗。哇，你洗的盖子哦，好会洗盖子。我要洗它的盖子。好。我这么多洗哦。这些干净了，姐姐又把它搬回去，冲一冲就好了。